Hello, how are you? 我是黄慧慈。哦，这是我的 baby。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哦。你看我讲话的声音，还有出众的气质，是不是很像邓丽君呢？哦、my god， 小城故事多。So excited！ 那我呢？因为我有出众的声音还有气质，所以呢，最近才会爆红的呢。That's why I became famous。哦，你要问我这句话是什么句型呢？这个句型呢很简单，因为呢就是 That's why 后面加上一个主词，加上一个动词，也就是 That's why 后面加一个句子。这样子就是表达了这就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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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原因，或是这就是为什么如何如何这样子的意思哦。 No，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我说话很无厘头，还有呢就是怪怪的，常常喜欢叫莲花指，而且我中学还没有毕业呢。其实是因为啊，我在念初中的时候，不是，我那时候是国中啊，没有这么老，就是因为得了脑膜炎，就是 encephalitis， 所以呢 ，That's why I didn't finish high school， 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念完中学的原因吗？你好讨厌哦，还让人家讲出来。但是我们读英文的时候，常常需要读前后文嘛，对不对？那么 that's why 呢，它表达的是一个结果。如果你要找原因的话呢，它通常会是在 that's why 的前面一句就已经解释好了，所以你要往 that's why 这个句型的前面去找原因哦。关于我，还有很多人想要问我很多问题，比如说我为什么喜欢小众呢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哦，因为它很 cute 又很 humorous 哦，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它。 That's why I like him。 那么还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我的 baby 他的眼睛不见了？你们看，因为他的眼睛在我认识上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已经死掉了。 That's why its eye is gone。所以如果小钟你敢辜负我的话，来导播你给我一个特写镜头。所以你看 That's why you have to go out with me。